哥，楚天没有原谅我，要不这事就这么算了吧。啊？从今天起，你的车子和房子全部没收，银行卡冻结。哎，哥，这不带这么玩的。你知道今天楚天怎么对我吗？他把我从店里赶出来，还把店门给关了，把我的手机、微信全都拉黑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联系到他。要不你帮我哄哄他？宋毅然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这些年什么都没干，就围着女孩子转了。 哄女孩子的方法还用我教你吗？不是哥，我什么时候围过女孩转了？都女孩围着我转。你自己看着办。婷姐，婷姐，你快出去看看。怎么了？那个依然哥他，哎呀，你快出去看看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出去看看，走，快点儿，婷姐，你看。 帮我贴过去。 哈喽，哎呀，你来了，快请坐。你不是要带我去见古琴大师吗？怎么约到这儿了？啊，那个大师家在弄堂里头，七拐八拐的，我怕你找不到，所以把你约在这儿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把这个信息发完，我带你去啊。啊，对不起，耽误你工作了。哎呀，还不是我那个笨徒弟啊，犯了相思病了。 我正在教他怎么躲过包里斯去约小雨。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主要是布鲁喜欢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一物降一物，他把布鲁降得死死的。一物降一物，说得好。你这把岁数，到现在还没有娶，那是没碰到能降得住你的人。遇到过，我妈。 今年90了，老骂我菜做的难吃，衣服穿的难看。哎呀，菜我没吃过，不敢说。但是衣服我喜欢。真的？当然，我还想做一件中式旗袍，像弹古琴的时候穿。琴没学，行头先置办了。
跟我风格一样。我这件衣服是定做的，穿了好几年了。回头我带你去，是一家老的裁缝店，也在巷子里头，也不好找。那我就不去了。97、72、94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知道知道。我就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天哪，压力好大，感觉我在考试一样。那你就加油吧。哎，97、70。哎，丹尼尔，你们这个打卡能打得出来吗？啊，打得出来。啊，去吧去吧。今天晚上有可能下雨，如果要是万一下雨的话，地面的防滑垫还有雨伞的提前准备出来。但凡如果下雨，地面不能有水，有水马上清理干净，有问题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去吧。哎，小爸，你这身衣服穿错了，这应该是我的呀。啊，这是伊丽丝给我的。伊丽丝。请进。伊丽丝小姐，我的指纹打不了卡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？我把你的指纹信息删除了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现在你知道了。对了，这个月的工资没有发你的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我。你自己跟下家签了约，但是一直拖着。等今天发完薪领完薪水再递上病假条走人。盘算的挺好啊，自己真是哪哪都合适。我没有。伊丽丝小姐，您这是听谁说的？餐饮圈并不大。对了。按照咱们的劳务合同，你应该至少提前3个月提出辞职申请，所以你已经违约了，律师会找你的。再见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两个用业余时间来做彼此工作。下周一正式调换。好。好的。那我们去了。马先生，这是新一级的菜单。当经理了啊？马先生，你眼睛真厉害，今天第一天。那要恭喜你了。餐单就不用了，给我来你们这一季的五道新菜。好的，不过我们的主菜和牛西冷红熬虾暂时停售，江先生正在开发新的菜来代替。哦？为什么？因为莫里斯吗？是也不是，因为江先生开发这道菜，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这道菜还有开发的空间。可是据我所知，江千帆从来没这么做过。从玉轩开创至今，他所有的测试菜品都是最终的菜品，不管谁怎么说，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想法。这一次真的没有发生什么。谢谢您的江神认可，但这一次真的没有什么内幕。好，那就给我来那4道新菜吧。好。等一下，马先生，还有什么需要？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啊，能不能跟江先生商量一下？我还是想点那道和牛西冷红熬虾。纯属好奇，想尝一尝。好，没问题，我转达给他。江先生，马克先生坚持要尝一下我们的和牛西冷红熬虾。我知道。
我还真没想到马可嘴里也有好话。哎呦，不是他呀，他要说好那就是真好，他要说不好是真不好。麦老臭，马可那文章你看了吗？别跟我提这马可啊，提起这人我就一肚子气，没有一点事实依据就瞎写文章，那明明是我说的不好吃，他们拗不够啊才赔礼认错撤他菜。行，现在全成他们的功劳了。人家文章也没说谁功劳，就是江先生觉得自己菜不好吃给撤下来了，没毛病。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，你自己拍着良心说说，他江千万没有我能有现在吗？宋啊，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方便。那个可颂啊，那比赛我们都看了，得了第二，真棒，闺女，好样的。嗯，谢谢你妈。女儿啊，妈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。就是你在电视上说的那些话，说的是你自己吗？哎呀，别往心里去。那不是比赛吗？我说的那都是别人的事，瞎说的。你呢？从小到大，我们就对你管教的挺严的。你心里头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们说。妈就一直以为你是个没心没肺的傻丫头呢。谁想到，你的心那么的重。什么苦啊，都憋在心里头。妈知道了，这心里头还挺不舒服的。干什么呀？你别瞎说，没有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觉得是我的错了。可颂，你看你这平时什么事儿也不跟我们说，你也不跟我们沟通，你这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心酸事儿，哎呀，我跟你妈知道了之后是又欣慰又难过。喜欢了那么个人，喜欢了挺久的。不过他明天就要跟他女朋友求婚了，他说一点都不难过，可开心了。不是，他要跟别人求婚了？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找他去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跟你们说。要是能说出来，说明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。而且你们没说我。特别理解我，真的特别开心。好啊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忙着去练习呢，挂了。好好好好，你忙，你注意身体啊。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味觉能力很特别，有没有想过要做厨师啊？其实要不是你把我选出来的话，可能一辈子就在我叔叔那个店里洗碗了。所以是担心上海人民不会洗碗，所以才风尘仆仆跑到这儿来。我是为了送一人来的。我会教你，直到你也能做到那么好为止。所以所有相遇都是由千种万种偶然而构成的，咱们都得珍惜。伊森，干杯！多亏有你在，才能玉轩的前厅平稳度过。哇，也谢谢你，我今天特别开心。为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嘿，威克德。Yes。来了。
我带奥利来给你捧场。我不需要。好吧。下面有请我们的天才厨师维克特上台演唱。到你了。去了。他就是这个脾气，别介意啊。没事，我跟他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而且我今天是来陪你的。Every moment of every single day, how I wish you'd go away. Tell me what your trick is. Step out into the light.'Cause I don't have the will to fight this fight. You left me one. 其实维克特唱的真挺好的。是啊，确实，他的特长还是俊斌发现的，我都不知道。A thousand little memories like a story never told. I can't run the distance. I've given all I can. Maybe you will never.Understand. Come better days. Nothing's gonna change your selfish ways. Just because I'm lost, there's no disgrace. Come better days. My life. 我是不是一个特别脏的人呢？当然不是啊。小的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爸就会给我煮这个面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面。我不需要你的情绪中间状态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委屈想哭，麻烦你大声哭出来。如果你觉得想笑，也笑得让我听见。见过这么可爱的小猪吗？你这人别耍赖啊！你这样就没意思。你脸红做什么？瞎说什么呀！我看见你，我脸红什么呀？这儿红，这儿也红了。我那个是这个烤箱热的，你不？我看你是入戏太深了。之前先洗好三角巾，这是避免把脏东西传给客人的方法之一。我没把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坏人不用你担心。
那是我的事。四叶草，四叶草代表的是幸运。你好，我也才会好。一步一步走稳，就不会跌倒。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，所以我现在从内心真的特别想做一名好厨师，这样就能把我尝到的美味也做给别人吃。行，我帮你实现梦想。你一直在帮我实现梦想啊。叫你出来陪我，主要现在太晚了，而且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见他。我要被逼疯了，我们快走。走。钱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这儿有20000。对。这些恐怕不够吧？那也没办法。我是真的没钱了。这些钱先顶几天再说吧，不够的部分我再想办法抽。我这儿还有30000，你先拿着。别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分你的我的？先把它稳住了再说。谢谢你，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。没关系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到了，我先不过去。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过激的事儿，我怕惊到他。好。你在我就安心多了。应该就是这附近啊。慢点，别着急。那个是不是他？他在那儿呢。是的。伊丽丝，伊丽丝，你先等一下。
你看，芬婷小姐来了，饿了吧？来，喝碗汤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尽力了，就筹到这么多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芬婷小姐，你朋友多，人脉广，你借钱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的，而且你有能耐，可以很快的还回去。我替你背一辈子的黑锅，你替我赚一辈子的钱，这不是挺公平吗？对不对？谢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以后你别再找伊丽丝了，有事找我。不找他，找你。对，找我。他的钱都让你掏空了，再想要钱，找我要。君斌，啊，不要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真的，你别管。没事，没事。行了，别演了。我看明白了，不想给钱是吧？可以啊。那我只好去找江先生了。嗯，听听。你被发现了吗？差点被江先生发现，不过还好。李燕，钱已经在凑了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着急。昆婷小姐，这应该是你的声音吧？谢医生，这样不好吧？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把手机给我，啊！把手机给我！君斌，你要不要紧啊？君斌，你要不要紧啊？君斌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君斌，没事，我没事。确认不要其他医生看看吗？没事，这点伤擦点药过两天就好了。但这次最遗憾的就是没能把录音给你拿回来，对不起啊。你不要说对不起了，我才应该说对不起。如果真的出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关系，反正伤在腿上又没什么大事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又不穿裙子。你说你还有心思说笑话？真的对不起。没事。Thank you.
林小雨，在，怎么了？可以回家。我想过去15个小时你很享受，如果还觉得不过瘾，下一场比赛你接着输。阿妈，不会。姐早，我回来了。不是你昨天晚上没回来呀？训练去了。训练？练什么呀？练成这样？杀鱼。杀鱼？我看你杀人了吧？哎，你爸不跟你聊了，太累了，我休息一下。哎，丫头，你说清楚我再走，丫头。小雨，你听我说清楚了。哎呀，爸，我就是杀了一晚上鱼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我就是输了，就很正常。这输赢是常有的事儿啊。他鲍里斯是魔鬼吗？我自个儿女儿都不舍得这么用，他算老几啊？哎呀，爸，他也是为我好，我不想再输了。哎，小雨，咱参加比赛也不少了，咱非得这么苦这么累吗？咱不比行吗？爸，都比到这儿了，你让我退出，还让我输给林可做，不可能。不，丫头，这至于吗？那是你姐。至于，爸。哎。谁啊？我哥，开门，开门。这么早？哥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早吗？我都已经工作3个小时了。那哥，你这次过来什么事儿啊？广告牌的事儿我给你搞定了。给你，哦，从中午12点到下午1点，词儿自己想，想好了发给这个人。12点，怎么才1个小时啊？知道为什么虚位以待吗？因为太贵呀。那万一要这1个小时楚婷不在店里，他看不到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你就想好你的词儿应该怎么写。这还要怎么想？我就直接写楚婷，我错了，括号宋逸然，不就完了呗？你脑子里边都装了些什么呀？这么贵的位置你就给我写这么句话？那不然写什么？你不是担心楚婷不答应你求婚吗？你干脆直接在广告牌上求婚。哥，我俩现在只是关系破裂的前男女朋友，小鱼等于陌生人，从这种状态下直接跨到求婚，这也太冒失了吧。我觉得不会，相反会更好。说句实话，
我对你是一万个不放心，怕一眼看不见你又把事情给我办砸了。哥，我什么时候把事儿办砸过？我就交代给你过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和楚婷的事情，你办的怎么样？行，哥，都听你的。赶紧给我想词儿，十二点之前发给这个人。等会儿，十一点之前。楚婷啊，今天中午你在店里吗？啊，我想过去买几件衣服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是有思路了吗？是，我要做一个中国菜，先等一下。太好了。对了，退赛的申请我已经发给托马斯了。玉轩官网的退赛公告，我给你手机发了，你看了吗？还没。很简单的，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。等我做完菜去看，好吗？好的。尝尝看。怎么样？特别好吃，真的。伊丽丝，我太了解你的表情了，有什么问题你直接提出来。瞒不过你，主要是又能第一个吃到你的新菜，我太开心了，所以真的特别好吃。意思专业一点好吗？好吧，好肉纤维完全存在馅料里，各种食材味觉上的层次感特别好，蛋皮很薄壳，造型也不错。能不能讲重点？整体缺点意思，问题应该出在调味上了，不过不确定。这样，我帮你调几款试一下好吗？做了那么久，结果现在整体缺点意思，真棒。你不用做，你帮我填一下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味道维度表，你看，这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鲜、咸都设定为一，跟里面的食材做比对。之前我做的高鲜酿香橙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是林可送给你填的吧？好吧，我很抱歉，奥利。鲜味是白煮蛋的多少倍，我没办法尝得那么精确，我填不出来这个表格，我想咱们可以摸索着来吧。不行，没有这个表格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判断最后菜品出来的结果。对不起，奥利，刚才我说的太简单了，我没办法帮你，我也很难过。我也对不起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谢了。奥利，你还是看一下公告吧，我可以给你念的。今天就这样吧。还有，我不知道。奥利，你还记得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吗？我记得。我先回答你啊。我想重新开始了。好啊。但是
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说看。让我发公告。Stranger, I want to know 怎么没够 I want to know